玄生，阿彻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如果不是手滑，他本来可以顺利通过的。你想表达什么？请你网开一面，让他留下来。出去，他能不能留下来是我来决定的，不是你。我让你出去。 我知道，超时就是超时。你之后会越来越难的。是啊，我连之后要去哪儿都不知道。你已经通过了考核了，还想去哪里？你说什么？如果你不想留下，随便你。不是我想了。 我觉得你需要换个地方养伤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但是，要是不想换的话，随便。 你明明没那么讨厌我，为什么嘴巴老这样？